okay, 要感谢，首先是要感谢主，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去传福音。然后呢，要感谢主的就是这一次传福音的，就让我感到就是两样的，就是我很惭愧，也是有体会到一样东西，很惭愧一样东西，也是同时体会到一样东西。第一个我惭愧的就是我当时我中学的时候嘛，然后来我的同学他们是有传福音在我们校门外，然后呢我拿到了那张纸的时候嘛，就我感觉到没有什么，就看了就放下了之类，就因为我就觉得就有点浪费时间，就是你在翘课来传福音，而不是放学来传。然后来呢，但是我就感觉到没有什么，就有时候就不理什么，就然后来这次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也是有感谢到，所以是因此是感觉到当年我这样子的想法是有点惭愧了。然后来第二个就让我体会到的就是。那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有一些看都不看就拿着，然后来会给一些眼神，甚至有一些会把我们当成是透明了。然后来呢，我是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在里面。然后来，那信仰就是建成弟兄啊，就一直鼓励我，就说不要，就一直鼓励，也是感谢主啊，就是他一直鼓励。然后就体会到就也没有那么难受啊。后来 overall 就是我要讲，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虽然是说那个过程中是很辛苦，但是那个是很不费力，就是很值得的，全部这些东西都是好像种果子的感觉，但是就对了，就是开花，就是得到果的感觉了。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是让我们可以在宴朝开展，那在开展的过程中，就是除了像夹生弟兄讲的一样，就是哦有传福音的经历，对，那除了传福音的经历以外，就是看到就是弟兄姊妹们的配搭，还有像服侍者很辛苦的开车载我们，爱爸爸妈妈很辛苦的准备爱宴，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们一起同来配搭，是最蒙福的。在配搭的过程中，我享受到就是我们在一里同工，那也很宝贝，就是宴朝的同学们也是很敞开的，对，我们是结了三位果子，那就是让我也很感动，就是在我旁边的小杨嘉诚弟兄，对，是他就是第一次传福音，那就是让我想起我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那其实那时候我没有什么负担，但是我看到嘉诚弟兄就是非常努力，对，第一次就在自己校区传福音，就是感受到大家一起在伊里的配合，那就是在这边分享一处经节，就是以弗所书4:16，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太幸福了，阿们，还有许多弟兄姊妹们，阿们，在宴朝一起配搭，阿们，传福音。那这边我要打一个负担，就是我们最后宴朝的联合开展只剩下礼拜日下午了。我知道弟兄姊妹们就是在平日的时候都有许多事情，对，那也有许多课业要忙碌，但是礼拜日下午是没有上课的，所以是愿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这个配搭。那就是我有看到一个，就是我心里有一个感觉，就是在我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校车一打开门，就是看到许多人过来，那我是看到许多羊群过来，我是要寻回那些羊，就像我跟嘉诚弟兄也是原本都是流浪的羊儿，是大家就是努力的传福音，再把我们拉回来，愿主可以带领我们，所以是希望接下来的最后一场的开展，那是有许多的校园需要配搭，那我看到许多校园是非常大的，但是却只有几位弟兄姊妹们，那他们就是各位弟兄姊妹们，就是只要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分别时间，就是像我也是也有
翘课来传福音的，阿们。所以是愿大家都可以分别时间，但是像刚刚的生命，刚刚的生命课程教导里面的主题就是要奉献自己，还是在星期日下午，但是主日很累，但是还是要来奉献自己。妹们，主日下午累不累啊？阿妹，有时候真的蛮累的。但是我们要像这个建成弟兄讲的，我们要奉献自己。其实刚才这个建成讲的很好，嘉诚弟兄还有这个嘉诚弟兄跟建成弟兄，包括小弟我，其实我们三个都是因着有人传福音给我们，我们才会站在这里。阿妹，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奉献我们自己，给当作讨神喜悦的活祭。今天我们要去到那个地，那地的居民才有办法得到福音。阿门。所以盼望你们在最后一个主日的下午，一同到燕巢去。阿门。去那边配搭开展。阿门。那接下来有一点的时间给我们的这个毕业生，有一点的负担交通。阿门。阿门。我们在燕巢就是开展是十分的喜乐，那还有另一个很喜乐的聚会，就是我们要来的毕业生聚会。Amen。 毕业生聚会呢，哎，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年弟兄们交通啊？我们是什么时候毕业聚会？6月16。什么时候？晚上6点。好，我们6点到7点是爱宴的时间。Amen。 那么7点半到9点是我们的见证聚会。Amen。 那主题是什么呢？享受美丽，变成建立。阿们，一起再念一次。享受美丽，变成建立。阿们，这场聚集啊，实在是十分的喜乐，因为我们的毕业生们预备了我们在大学四年里面所享受的基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在我们的见证里面。哪怕弟兄姊妹们都能一起来享受这样的聚集。阿们。那我们除了毕业聚会以外，还有毕业纪念册，那一样有弟兄姊妹们他们甜美的见证都写在里面。那不止就是弟兄姊妹们可以买回去，然后不止在弟兄姊妹们毕业了之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见证，偶尔想起他们。阿们。阿们。那关于毕业生的话，毕业生请记得要参加毕业聚会，请向徐在寅姊妹报名。阿们。那毕业纪念册要买的话，请跟你们各区的联络人统一整理完之后再将数量报给我。阿们。好，接着我们要交通关于主日跟牧养，那大家就把这个书记表给你。主日跟牧养的统计表是同一张，好，那就在正反面。前面，我们先看一下主日这一面。我们要请弟兄姊妹来宣读一下最下面，还有一个目标总计。还有本周的总计，还有本周的达成率。先宣读主日这一章的部分。我们主日的目标统计是240位，本周的统计是142位，本周的达成率是59%。好，再次背面牧羊统计的部分。也是请弟兄姊妹来宣读最下面的部分。我们牧羊的目标总计是350位，本周统计是187位，本周总达成率是53%。所以就是无论是主日跟牧羊，都是将近有50%我们可以成长的空间。就是执事者跟我们交通了很多周，到底这个50%的人数要上去，
今天要请弟兄姊妹列出名单来，我们就现在就可以操练，待会两两就跟身旁的弟兄姊妹告诉一下你旁边的我们是你是哪一个学区的，然后你就列出一个名单来，来为他祷告。在礼拜五、礼拜六的时间，我要去牧养他。主日的时候，我要邀约他来参加主日聚会。你现在两两就跟身旁弟兄姊妹，你要列出一个名单来，你就为他牧养，还有主日有祷告。